今年7月1日是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上任1周年的日子。香港民主党日前表示，根据香港大学的民调显示，梁振英上任后，他的名望以及支持度是远远不如前任的，这就显示了民间的怨气和不满越来越严重。民主党呼吁梁振英尽快下台，也尽早实行真普选，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香港政府的管制危机。民主党根据2007年至2012年的港大民调比较郑印权和梁振英政府的名望，结果显示梁振英上任第一年的名望评分不如前任特首郑印权，同时更多的月份被评不合格。如果 CY 继续留在这个位置，同埋呢一班潜水的局长，同埋咧係同上一屆政府有好大差距表現嘅一個團隊，我相信咧嚟緊幾年咧，即係香港喺管治嘅問題上邊，只會係繼續惡化。民主党指出，梁振英支持度指标长期出现负数，呼吁梁尽快下台，给香港一条生路。如果我哋为咗香港嗰个前途咧，为咗香港嗰个管治咧，香港系真系一定要有真普选，并且梁振英咧应该要立即下台。咁我哋市民可以做咧，就系即刻上街嘅啫。另外，民主党表示，梁振英班底的司长级官员整体表现皆不及上一任官员的同期名望，暴露出目前问责制的缺失。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。